近赌博赌得太凶，输了许多银子，欠下许多赌债，现在他变成了一个穷夫子。他的口袋空空如也，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，于是他想说去找韩毅借一点钱。韩毅，我近来手头拮据，你能借点钱给我吗？红英，不必担心，我当没有听见就是了。喂，借我一点钱吧。钱不是问题，但这种事我要先跟老婆商量才可以啊。你不是没有老婆吗？对了，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没钱，所以没得商量。别那么小气嘛，这样好了，你给我100块钱，我就告诉你一个立刻能赚1000块钱的方法，你要不要？咦，给他100块钱，就能换1000块钱，这交易好耶！哈哈哈，好啊好啊，给你100块钱。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要怎么快速赚1000块钱的方法？你现在立刻去找10个和你一样的傻瓜，